视觉冲击，好事成双。大家好，我是远。今天呢，跟老板订了一套牛肚，咱们先把这牛肚处理一下。今天呢，做一个麻酱牛肚。牛肚呢已经处理完了，把它改刀成小块。牛肚冷水下锅，焯一下水。牛肚已经焯好水了，把它称出来。焯好水的牛肚再好好清洗一下。咱们用这汤桶煮这牛肚，倒入白酒，放入姜片、香料包、干辣椒、花椒，开锅以后煮一个半小时。牛肚已经煮好了，把它捞出来。咱们先把这个牛肚改一下刀。把切好的牛肚穿到签子上。咱们现在把麻酱调一下，来一罐麻酱，再来一点花生酱，放一罐腐乳、蚝油、生抽、盐、白糖。喜欢吃辣的，再放点这个油辣子。最后再放入点蒜末。再来点白芝麻，把串好的牛肚串在这汤里边再加热一下。把这牛肚裹上这麻酱，好家伙呀，来，我尝一份去，拿拿本。真香啊，麻酱。辣度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视觉冲击。尝尝。迫不及待了啊！看锅里的麻酱挺好尝。一口也不粘上。鱼子香，俩的，真香。尝完你。有劲的，真的呀。那肉串有劲。多少可以啊？还有个论八车的，一把一把的。卤羊串还贵。串，真过瘾。简单麻酱，别饿着，第四十串，厉害，妥妥的成就感，成双，涂抹均匀，这麻酱